吃了。地瓜饭，还有半碗红烧肉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天的红烧肉炖的可好了。吃点嘛，爸在里边放了两个荷包蛋。小哥，给你买的果酱。那我手上有点臭。哎，小哥，怎么在后面？来，来呀、啊！什么？听见就知道你们是坏蛋。别让那个好了。人生就是你越思考越让你无法理解的东西。过了今天，再过明天。吃饭睡觉会导致烦恼。